咱都无法度吃，伊当遐老吃安尼吼。啊，我学好了，我知影讲，哦，真的，这很可怕吼。你知影以后，恁注意恁个喙齿看有破皮无？那破皮个关键小症啊。啊，无吼，下下我下下我感觉讲，嘛我误以为恁都唔知对死倒来。啊，无那下螃蟹遐老吃吼。以后我怎啊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螃蟹终结者”。一个螃蟹煞星的吼。所以，所以我就讲吼，这是安那安尼，是安那有样不输人个吃，那无样不输人吃，那就是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安尼个妙。其实这个因缘的呢，啊，因缘和合，种子起现行。这世间有足侪代志，咱有法度逢人救了，你有法爱多安会晓反观。我讲我本来说，伊太有法度安尼吼。像最近有位女歌星吼，九国英雄吼。那个塞车弄死人对无吼？九测那个1.1啊吼，啊我来看下 1.1 吼，1.1讲爱情偌济才1.1呢？我那个报告够看出来吼，那多少份要几瓶安尼？啊，结果我来看1.1吼，爱几罐你安怎？十罐。我讲有无安尼？要死人！女孩子玩到安尼，一届食十罐，所以看到这个情形，咱拢爱会晓反观啦吼。现在咱会有个人食着吹，啊，就变了了，啊，若是变了了，就破了了吼。啊，有个人吼，有个。今天突然那个名，刷了后，假如这个消化如何？那个刚刚的爆体啊，那是出血过退，身心的爆体有关系。我们是爆体有关系，那也可以，我都接受，我都接受。啊，到底不管物件是我都接受好，还是我都接受好？我嘛是，你无因缘接受，你就袂烦恼嘛，对无？你看到就惊，你哪会敢烦恼？啊，你咁了解？小辈人，我系受到一个袂个放解啊，都，我一直看到就惊，哪会都烦？伊都会想嘛。所以还佫唔知人想的人，就是还佫会烦，吼、哦，安尼了解无？无呢？你若问我讲，安尼想到甚物程度，安尼是不是有进步？啊，我来看你对这惊未？你若还佫袂惊，就是你的，你还无啥进步的。这个人跑在心内出来吼，这个怨离心要出来。因为你看会念的物件，会念你心要生出来，啊，这个心才会出来。续呀、啊，何所续？续。你喜欢吗？这个最差点的，续着吧，最差点的，续着的屌的呀，对吧？那你屌的，那我这个心，啊，你我这个心，这跑的心哪里出来？
阮常常讲啊，咱个人爱发心，爱发心，发心爱是，无发心修行哦，无个成就。啊，你啊，你啊，对这，对这外口的因缘，你爱个，你爱个做个续作，无厌离心，啊，安尼这菩提心是不要做。我讲个对不对？你家己无条条的啊，啊你那我都帮侬处理，啊你我都帮侬处理，那悲心、菩提心、那菩提心甲那悲心有关系。这个心啊无，这个没出来啊。你对这個，哦，不管是杀业也好，盗业也好，淫业也好。妄语也好，真的，因为用离心读出来，根本在发菩提心，在发心，根本都没出来。你本身都没想要用离啊，你靠根帮助来用离，对吗？哦，你要想到什么款的人，将用离心看出来。我看到迄惊一闪，啊他讲未闪，这是变奈，对无？这对许多来讲是关键的呢。有人现在怎么无要看奇怪？啊，有一寡演艺人员吼，啊，因个话呢？这番讲话，啊，个互人看到哦，哈哈大笑，哦，啊，然后嘞，伊趁钱嘛，趁得紧。啊，你来讲，应该是只有福报嘛对嘞，啊，你是不是孙子？啊，你是不是修行到迄，要咱来比较较好嘞？到底是要想安尼好，还是要行修行较好嘞？啊，无伊嘛有福报啊！啊，伊那福报到底是安怎来的？我讲迄种是福报，迄种钱佫较济，伊都袂用伫个好个方面，全部拢嘛是用伫个作业。那迄个是福报啦。所以，你讲嘛，迄马丹娜迄出出名有无吼？哇，什么 Michael Jackson 哈？可是你我都叫出来了。啊，你心里嘛拢是多。啊，是不是因为你福报就怎么来嘞？我讲，外口物件佫较济乎你哦。你若无法度摄受你的续着吼，你全部拢嘛是用你对啦作业，所以吼钱愈侪是愈凄惨，我讲你对不对？这是对世间人已经唔知影什么是福报，已经甲解说唔到去啊，唔只会变咱个。那个是啥？那是妄动，那个五阴色受想行识。你若对这個，你看袂出来。你若对这個看袂出来，你还阁无迄个判断力的时候，安尼你的语言无出来，啊，你敢知？虽然表面上你是佛弟子，一人皈依啊，但是你若对这会变、会成佛的物件，你看袂出来，你表示你慧眼无出来，你慧眼无出来，你的愿离心未出来，愿离心未出来，菩提心也未出来，所以你若安尼修菩萨戒，你是假修的，你知道？
有的人是菩萨，但是结缘尔，伊还佫有是真正的迄菩提心有出来，因为你还佫还佫看不会啊。你初步袂遐简单嘞，你是初步的三宝了解，啊，苦集灭道怎样嘞？你必知影，知影什么是苦，知影什么是苦，你就厌离了嘛，对不？你知影念的是苦，你续着就是苦。你若不知影是苦，安尼你连初步都无嘞。当然咯，即摆要找初步的做人。是莫华要找。要找超过的功能啦，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小矿物啊，你这样讲吼，一个人的那个心啊，还袂稳定以前哦，你袂堪离开三宝，真正。你无善知识伫边啊，对你吼，甲你提醒哦，危险。因为你以后有足侪业相，你家己唔知。不是讲你无想要修，是你家己唔知影。但是有家己唔知影，危险，你有那个无明。无明要人随明，而无明要人对随明，这是这种意思。无明的是未光啊，未光暗啊，啊暗来了暗就想要困啊，还是背咧困，那个随明，我咧解释很有道理吧。这生命是随缘，贪嗔痴的随缘，烦恼种子。那个暗啊，暗是外头没有白天，暗的是心暗，心无明暗。有时候讲这，他妈大到大白天来暗，啊，人大白天来在睡觉，在做白日梦。这无明的随眠，每个都想要困哦。啊，你呢明了的清醒哦。你人来清净才清楚呀，你未清净未清楚，你不知。所以，那是因为摆东西啊，吼。我看到这个刚刚，这是好的，这是不好的。色音这是不好的，啊，就是不精，你把工作精，哦。想到的例子就是像什么样子？就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跟猪八戒啊。孙悟空看是白骨精啦吼，啊猪八戒看是啥？
美女啊，还能知无？啊，所以什么是情啥？猪八戒看的就是这个相。因为伊无看到实相啊，哦，这些先要写完的。哎，这个电灯板告供的，这就有供的，大圆镜子。其实大圆镜子就是什么镜啊？就是照妖镜，知道吗？大圆镜子就是不分别上分别。什么是不分别上分别？就敢一面镜吼，若足清的，安尼外口所有物件拢完全会入来。是安那？因为伊物件无偏啊。啊，是安那？伊会袂偏。就一对照相拢平均看来呀，所以迄叫做平等性质。伊感觉照相拢有相，所以本来拢有具足活性的智慧功能，但是就是因为无明成无体，所以反而并无感觉。你们等于要去度化众生，就爱想甲想安尼。完全是伊个镜拢无偏，所以众生拢完全活在伫伊个镜内。是啥物？平等啊，无分别啊。但是伊伫个镜内了后，因为伊个镜出明个，完全无拄来无明看看着啊，还是用通分看着啊。所以所有个后来的看甲清清楚楚，那叫做不分别。上分别，安尼咁了解。所以《六祖坛经》内底咧讲着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这反正就是一家。所以，那这块的大圆镜智哦，完全所有的众生拢作为虚为一家来一个大圆，不偏。哦，为虾米咧？一等。因为伊就是等视一切众生一切安乐处，但是因为伊个镜完全无迄个分别个物件，啊，无去头昏看掉个，所以所有个相我拢分别较清清楚楚，啊，迄叫做不分别个什么善分体，我们才叫做照妖镜，未去哦，你这个外相个色因所看掉个。你看外口这个色你在想袂歹，但是原来伊是妖，你唔知。安尼你是不是？你是去学乌龙大条，对不？我咧，我讲到安尼，你安尼咁妖，
因为讲到这城市内底，咱条乌云大条的吼，什么乌云色衣大条的，所以是妖的看无。啊，就是看无恁遮物件。啊，当然每一个拢嘛有承认家己是妖。白骨精嘛，唔承认家己是妖，不过再水你看我妖。艺人甲马丹娜啊，也是迈克杰森，啊，都袂使安尼看，知无？你安尼，你若安尼欣，你若安尼持欣赏的眼光看咧，安尼你就差不多要去颠倒。正经的我咧形容没有错啊。我唔只讲吼。咱若无代志的时候，目睭上过歹会袂看，看久了你会慢慢来颠倒，你家己毋知影。冥冥之中你会忘记啊。正经的呢，无代志目睭上是卖随便接。即话点？因为即久了，你会慢慢来叫去说，啊说去了哦，你的五音都开始咧倒变啊，你家己都唔知影。所以，一旦你世间，就因为你有一个迄个种子，无好的种子伊，啊破袂掉，就互你愈来愈厉害，啊，互你愈来愈厉害，你就愈干愈厉害，何所去何所从？啊，不要就。提什么劲？我，还叫做分辨我劲。有分辨我劲了后，你苦钱的了，你就唔知影，你就完全唔知影。你唔知讲你伫操作的话，就爱一定爱先判者，爱先判你判唔对的。啊，你判。要看看唔到的，你就爱常常听。若是常常循环，就是爱注意改。戒律啊，你改对咱来咱修行是重要的呢。你无改，就根本定位袂出来。这概念，今天我现在人家来讲，那个是，今天杨经来这讲，这就是。